上一次本大嘴挖了一个冰河世纪的保卫萝卜，但这次这么多的游泳圈，这么多的墓碑，还有药水，但是只有一个萝卜需要保护，那难度变高了呀。老大，你这次的植物有平民的神，有相机，有冰西瓜，枪枪射手，还有两个坚果和枪枪炮呢。但是这些僵尸也不是好惹的呀。What the heck？ 第一把，先把炮灰种好，再种导弹剂。毕竟它可是有小猫尾草的称号啊。老大，冰西瓜才是最好的吧 ？No， 香蕉才是最棒的。老大，僵尸都要走到你的脸上了。看到了，我植物都没种多少啊，这一关有点太难了。完蛋了，那根白萝卜要被僵尸吃掉了。不要吃我的白萝卜呀，来吃我的脑子呀。放心老大，小僵尸才做选择，我小鬼头全都要。 No！这一关还是得多种一些香蕉炮，这个角落里还是安全的。臭僵尸们，这次我要用香蕉撑死你们。 A few inches later， 老大，巨人僵尸要来了。要不是我能种植物的地方太少了，我这关一定就能过了。老大，你的白萝卜又要被锤掉了。吃我香蕉炮的厉害。哦，这次老大很有机会啊，还是香蕉厉害。The next day. OK， 最后一波了。来打全是巨人僵尸，老大加油啊！确实啊，但是我的伤害不够啊。No， 我的脑子呀，又搞了。